王俊凯和蔡徐坤分别登上了大刊杂志。巧合的是，两位都身穿同款白色棒球衣。照片中，王俊凯展现了超强少年力，气质清爽阳光，而蔡徐坤则上演了一波魅惑眼神杀，撩人十足。不得不说，这波意外撞衫实在是难以分胜负啊，各有各的独特味道，每一张印照都百看不厌呢。粉丝宝宝们也大赞，九五后的活力少年扑面而来，就是满满的青春气息。芒果捞新闻的确都是很养眼的小哥哥啦。报道。